每天醒来腰酸背疼，难道是年纪大了？张医生，腰酸背疼是不是床垫的问题？啊，是吗？我们宿舍统一的床垫，没听别人说过呀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太一样，我知道很多床垫的品牌，说不定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太好了。你哪天休息，可以去看看。我明后天值班，大后天可以。行，那到时候联系。后天有时间吗？张云森说想换个床垫，但总是没时间去。要不咱俩去帮他看看？明天可以。家床垫我很喜欢，质量非常好，而且材料用的都是最先进的，你可以看看。哎，你平时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床垫？都可以吧。行，那我帮你看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想挑一下床垫。哎，你好，我们这款床垫呀，软硬适中，回弹性很好，两位可以坐着感受一下。你试试。好。还可以啊。这款多厚啊？是20公分的。20公分。我们这款床垫采用的是独立袋装的弹簧，睡着很舒服。要不两个可以躺着感受一下。确实还不错哈，你刚才翻身我就没有感觉到呢。是吗？枕头有吗？啊，有的。枕头也想看一下。好的，行，您稍等，我给您拿。好嘞，好嘞，多拿几款啊。枕头很影响睡眠质量的，你平时用高枕还是用低枕？你是专业的，听你的。行，听我的。嗯。我给张医生发一下。他颈椎不好，得给他挑稍微偏硬一点的床垫。哎，你们手机有信号吗？有啊。那能收到微信吗？能啊！我这是假信号吗？为什么不回我信息呢？哎，师姐，王先生的海景房预算做好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把控一下预算啊！师姐，玻璃厂发来的玻璃规格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晚一点看啊。是微信有问题啊！师姐。美池医院那边打电话让你上午去复查一下胃，那你去吗？不去不去。哦，那我跟医院说一下吧。等一下，美池医院吗？哦。去啊，复查这么大的事情必须我亲自去，要听医生的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小陈，预算你把控一下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便宜。方案不错啊。你非常好，我非常好，我也不错。你继续努力。
张医生。苏小姐，哎，叫医生就行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复查胃病。没叫云生陪着你啊？哎呀，他太忙了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搅他。没事儿，我刚才看他跟主任聊天呢，要不帮你去叫他。啊，别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这边有一份文件，你帮我转交给他，麻烦吧？这有什么可麻烦的，都自己人。那我先去消化科了啊。啊，消化科是在这边吧？哦，消化科在那边。啊，这边啊。啊，消化科，消化科啊。消化科好。这个病人情况有点复杂，不单心脏有问题，还需要消化内科来做会诊呢。主任，云生。哎，张医生，你找我？我找云生。啊，苏小姐来了，等我把这转交给你。苏盈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为什么不把苏盈带过来呢？人去消化科复查，我带人过来干嘛？啊，那行吧，你们先聊。我去消化内科通知他们会诊。哎，主任，我去吧。你去啊？我陪你去。行吧，你去。哎，苏小姐，苏小姐。你已经问诊完了。哦，哦，没事，你们聊，你们聊啊，我不会偷听的。哎，苏小姐。哎呀，真的没事的，谢医生，你就把我当空气好了，你当我不存在。哎，你们俩啊，谢谢谢医生。秦医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